真实的自己是完全自由的，只有自己最相信自己。少屁啦，演算法比我们自己还了解自己吧。从头到尾，他可是绞尽脑汁设法保住自己的性命跟贞洁啊，是吗？我只记得皇帝趁他酒醉的时候脱了他的男人靴，拿着他的绣花鞋欣赏。走吧。去哪？我带你去孟丽君的世界。孟丽君的世界？去孟丽君的世界做什么？看看那边会不会更轻松更有希望。好啊，无所谓，走吧。这里就是孟丽君的世界。对啊，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，阳光特别的灿烂，身体还特别的轻盈。你看，喜鹊听讲闹猜猜，金雕必有喜事来，念罗。我本是圣贵女子，怎么忽有金坠之荣耀？正所谓乌纱玉带金丝忙，谁是的？我是才女孟丽君，因为美貌声名远播，导致夫家与娘家遭遇横祸，危急之际她女扮男装连夜逃走，凭着绝顶聪明与盖世的文采考中了状元，当上了宰相，终于替两家复了仇，并且光耀门楣。这一天，女性创业者专属的 Open House 活动邀请到几位优秀的女性创业者出席，分享他们在创业历程中碰到的问题与挑战，并跨界对谈他们如何在男性为主的创业圈打滚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？你看看现在在台面上的哪个女性人物不是这样被人家说长道短的。不然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了。很多年以前，孟丽君还没离家出走的时候，也曾经女扮男装在路上呢遇见一个算命先生。